中央一向是言必行，行必果，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出手必到位，对一切横蛮干预香港事务、企图拿香港做棋子的外国和外部势力，该反制就坚决反制，让他们留点教训。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特区政权机关依法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全力支持那些因捍卫国家安全而受到威胁打压的个人和团体。